人口普查局和天下卫视港大征求歌曲创作大赛就是要等你来踢馆，我们不单止参加就会有奖，第一名的奖金还要是梦寐以求的1500元那么多。你会唱歌吗？你会作曲吗？你要1500元吗？快快上网报名，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急急舆论你召唤会唱歌作曲的你，你我未来由此展开，人口普查需要你的参与。